个没有油烟的煤气烤鸡炉，这个肉在中间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鸭腿烤的时候是非常多的油的，这个油是垂直滴落在这个油盆里面，烤的过程之中是完全没有任何油烟产生的。我们每一个开关呢都可以调节这个火力的大小，我们轻轻的旋这个旋钮，可以调节它火力的大小啊，可以把它关起来，可以调小一点点，这个炉头就暗了。如果我们不需要烤这一片的时候，我们干脆就直接可以把它每一个都可以把它关掉，这样就可以达到节省煤气的这样一个目的。假如说我们烤两排，我们就直接留下两排就可以了。我们根据多年的生产的经验和客户大量的反馈，对机器的结构进行了构造的升级和功能的改变。把这个风机开起来的时候，它这个风从这里面推出来，把这个上上的热量直接吹到这个食物的身上，这样就能够达到相同的煤气除了更快的这样一个效果，减少热量损失。我们这个机器除了这个手推款的机器以外，还有这种放在三轮车上的，这个是没有轮子，比较矮。这一种呢，就是那种底部发热的，这会有油烟，但是这个比那个要熟得更快一些。